好似頭先，我哋做翻楊家先啦。咁當我一個動作抽提腳避我嘅時間，咁佢隻手就擋，呢隻手就切。一切嘅時間咧，呢隻就行。上步咧就彭，嗱呢個就彭勢。咁我彭嘅時間嘅動作，當然啦，咁我就會理啦。嗱，呢個就理，握住手就擠。呢個就個勢，即係你嘅時間咧，就係話你壓握。如果你食深啲嘅話咧，就喺度做。咁佢擠嘅時間咧，個方式佢消解嘅方式得一樣嘢可以破嘅啫，就下移上消你上手。嗱，如果對方埋嘅時間，嗱呢個手我哋攞，通常咁就係一前追住上，就千祈大家就唔好諗住一樣嘢，就話俾埋嚟。我同喺度黐刀，唔理人哋，一定係佢埋嚟嘅時間黐住，我就落落手。咁個方式，所以前嘅方式係用嗰把刀嘅技術嘅時間咧，我哋唔係咁黐住去叫做前，即係你嘅手係有一個短距離發力嘅方式。咁太極拳都強調關節發力啦，就唔係話一個腳蹬力啦，而太極拳就強調你只腳嘅撐力啦。即係你推力嘅時間，你唔係話咁樣推力咯，就唔係唔會用擠力咯。你好多時會用一個彈力咯，彈力係後腳推你嘅啫嘛。即係後腳撐力，力從地起個剎那間，而將對方推開個剎那間咁樣。咁所以個要求就係呢個分別咯。咁所以就唔係話你去做嘅時間，即係喺度喺呢，我要打詠春就係要做到短短嘅時間，就講關節啦。用力方式會有分別，但係一樣嘢，如你所願就真係冇乜所謂啦。但係如果對手係一個如你所願的時間來講，即是你的災巡未必是完成到的時間，那他就會打到你，打你的時間你就會做回這個動作，做的時間就是，所以 你一個面門起的時間，那你所以你下一個動作你可以再做上來的時間，我們就要攞踩馬，還有你踩馬的時間你可以一樣東西，即是忙一點踩的一踩你就要攞咁嘅時間，所以我哋話，所以你做嘅時間都攞一齊，都攞唔到。野馬當中，膊頭同埋塊尾都係靠嘅，起跟住，前胸背就係你個胯，嗱呢個胯啦，呢個胯咁樣做嘅，胯咧其實好難嘅，所以大家咧會有嘅。OK， 做埋手部分，好啦，好放啦。手呢一個靠啦，嗱，呢個八卦拳咧，你睇一樣嘅就係話你穿走，咁係咪你控制住個對手嘅時候，對手有冇機會俾佢考慮做乜嘢？咁呢個時間，對手只會諗一樣嘢，就係會好似要轉，或者對方捉我哋手就有一招。我嘅動作咧就係雙龍出海脱手。咁呢個動作就係話，當我雙龍出海嘅時候，阿星就醒啦，捉我隻手，閃閃閃，撳對雙。呢度嘅時候，你隻手就喺度攞，脱曬先，馬步。嗱，跟住佢咪再打埋嚟。一齊，咁如果你得撳攞住得，你就追住落。咁佢空下手嘅時間咧，只腳掛住，一掛擋你咧抽。嗱，嗰度咧就抽，一抽咧